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要先来感谢以上加入频道会员的各位观众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才能让我有动力制作更好的影片。加入越久的会员，你的名字就会越大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影片吧。果然，床边又有那个纸条了啊！我看，应该是药洞室长官留的，他又在写诗了。这是长头诗吗？看一下，看不出来。他完全没有理你那张纸条，我觉得你这张纸条还是撕掉好了，太羞耻了。不好吧？你怎么把它撕了？啥意思？我撕掉了。这一张是从右边念到左边吗？好像是。与人打坡是什么？我爱硕哥，自将诗章，张将张诗将字，我看不懂哎、欸。看不懂啊？我也看不懂啊。长头诗吗？这张看不懂。硕。硕诗看不懂，别章呢？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张哎、欸，可是这张有署名妖洞室哎、欸，这张看不太出来，有人看得出来吗？看不懂啊，好乱哦、喔啊。好像是两个字，然后要小组吗？啊？就是左边两个，右边两个字吗？那它会有一个句子。左边两个，右边两个。那不知道是什么快乐？看不太出来，看不懂哦、喔。我们要不要先把它记起来，然后撕掉？我看半天都看不太出来、欸，算了，我先记起来吧。我也是，到时候跟调查员讲吗？这个是啥、啊？我已经记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也记好了。最左边那张关键初未分看不太出来，他到底有没有在藏头？能不能简单一点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可能也怕被那个其他人看到吧。看完就撕吧。左右我都看完了，那撕吧。那都撕掉咯。啊，都撕掉。OK， 我们记起来就好了，走吧。我们要留什么纸条给他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吧。我们先去小木屋吧。先去小木屋，这件事情比较紧急。对，小木屋比较紧急。那我们要去富州那边找他们吗？直接过去了。直接去富州找他们，看他们在不在。对啊。要干嘛吗？什么事？你们今天人多吗？有三个在宫廷，啊，一个要回来。哦，我是想说，你们要不要去小木屋那边再看一下？单纯看一下吗？对，调查而已。好，要不要等他们的人都回来，稍微跟他们讲一下？哦，要回来，因为我们在那个小木屋那张纸条留言，根据调查员的分析，可能富州的晚工和小丑会被盯上，所以我们赶快去把那张纸条撕掉。啊，我们，就是因为我们太靠近 BOSS 的一些事情，然后上面还有写一些他们的那火箭还是什么飞弹的进度哦。对啊，我们想办法要去把那些石头给撕了。对，调查员说那个撕掉会比较好。好啊。啊，等下去那边小木屋外面，你没有想要怎么分配吗？比如说一群人在里面，然后一群人在外面这样子。我觉得进去的二到三个就可以了，差不多。然后其他的就他们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就等你。然后看，等一下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跑到上面去了，看一下是，看有点难下去。好。好，走吧，直接进去。没，把车停在外面，先看一下，这里有掩体比较安全。在这边先生，其他人到。那有防弹背心先穿。对啊，先穿吧。大家有防弹背心分一分。那半封掉，你在外面，我和东东进去，然后再请副座一个跟我进去。哦，好，这样我们无线电就可以沟通了。也是。好，那还是要请一个医护跟你进去。好啊，可以。那大家散在四周外围看。先拿望远镜看一下吧。对，我们先拿望远镜侦查一下外面的，看要不要两两一组。看里面好像是没有人的样子。没有，里面现在没人哦。那其他人两两一组。不知道地下室有没有人？二楼是没人的、啊。那一张纸条在地下室是吗？对，地下室还是二楼，你们看一下。好，应该整个都还是要看过一遍吧。好好好，来，我们整个看过一遍。那我们过去哦。加油。走吧。我要不要去后面看一下有没有车啊？我们从里面穿到后面去。有车欸，里面有车，里面有车，里面有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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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。什么颜色的？白色，那研究员的车。研究员上次是不是在二楼？有可能，有可能上次不去那里，小心里面。对，我去地下室。地下室三张纸条，没有人。进度回报给他同整数据 BTS， 这里数据快出来了，差不多 D 零一。还是我们干脆一口气把全部都撕掉？好，先撕掉，就撕掉吧。好。你撕吗？你有记录下来，就跟冯迪尔看到的一样。他们说 N 一方向也有藏一台车。好，这么多车。N 一方向有藏车哦，你们注意一下。我上来关左边走，走上二楼。哎、欸，他们说外面有一部疑似黑衣部队的车子。我们有看到，总共有两台车。两台车，看完赶快闪。撕完赶快闪一闪。
那张纸条在二楼的哪里啊？二楼的小房间。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三千，我看到这张了。撕掉。看一下其他东西有没有。撕好了就可以，应该可以撕。还有其他纸条吗？你看要不要记录？有，我记起来，跟冯迪的一模一样。我先撕掉。对，先撕掉。好，撕掉了，那我们撤出去吧。有车开过来了。哎，有车开过来了。哇靠，从哪一个方向？撤。我们要不要直接从哪里跳下去就好了？这边可以跳下去。走，从这边直接跳。我们撤出来了。我靠，有黑布的。啊，有人在打我们。从 N 方向射过来的，咚，爬下桥下，你有出事吗？到这边，在后面，快跑！他刚刚直接在我们后面。有，他在射我们，我他在射我防弹衣，我在跑，快跑！快射我！我到了。他们在射，我们需要支援。三个黑衣部队在东东旁边。他们看起来像是已经埋伏在外面。我先往外跑。他在我们纯脚踏车的旁边。对，我这里看到吉利服的那个，你们小心被狙击。他把东东带走了，是不是？我被带走了。糟糕。他们三个现在在我这，有四个，一个吉利服跟三个黑衣部队。四个人。对。我都要联络其他团，看有没有办法攻击他们，不要让东东被带走。他们都在另外一边呢。我看到他们在门口，哦，我看到你。我被带上他们藏在草丛里的车。藏在后面绕过去，后面车子那边，车子是不是动了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怕，他们没有把我载走。你在原地哦。后面他们在车后面绕去房子后面救东东。我当机车死。他在我这。黑屋哥开机车走，一哥开车走。东东在车吗？他们的医护兵呢？没有，我太怕了，他们好像看。他们的医护兵倒在哪里？正门，东东在什么位置啊？我在后面车子这边没看啊。来了一个比较强壮的，把我带着走了。哎，不对，在桥上看到。我看到。等一下，我把我打那个。是谁在二楼？我在二楼。我要打他们。OK。我被看到。啊！我被狙击。他们好像把东东绑在车上。没关系，我好像太胖，他们一直把我塞不进车里。我倒在二楼的阳台。我看到了，可是要等他们走。我旁边有一个蜀山的粉头发那个。我听到车子声音在我这边。他们开走，硕哥嘞？二楼阳台联络蜀山那个，叫他把我扛走。他刚刚在我旁边。你怎么上去的？爬上去，后门有一个垃圾桶可以踩上来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胖了，他们又把我射中伤，然后我就被遗弃了。你知道我的位置吗？我知道，可是我在找爬上去的地方。后面垃圾桶踩上来，然后就可以上来屋顶。对，我上去。等一下再去救东东，找他的位置。我被他们一起在一个草丛旁。我知道他在哪，我刚刚有看到他了。有了，我醒了，去找东东。他们撤了吗？车子好像撤了。他们都在我这里了，我太怕，所以他们好像就赶紧带着那个假米走了。我在你这里，我帮你扛起来。我在你旁边呢。是不是在草丛里面？我看到。对，假米被带走了。我看到，我有看到。先救。风萧倒在那边，我过去背他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先撤离这里。啊，这里太危险。风萧嘞？跟他们走。风萧嘞？风萧他被击毙了。在，车。回来了，躲一下。走，要回来了。有人知道风萧在哪吗？风萧嘞？他刚倒了。他倒在哪？哦，看到这边、哦。有看到了。检查一下人员，佳敏被带走是不是？对，佳敏被带走。我刚刚看到他在车上，他们开着一台货车。嗯，又是那一台。根据他们之前，应该是把他带到屠宰场去了。好了，快点，讲认真的。什么？进去救人了。进屠宰场哦。救人就对了。屠宰场救人吗？对，不然要去哪里救人？也只剩屠宰场了。走，好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哦，我们在屠宰场的路上，我们有个加油站，你们应该知道吧？屠宰场的路上有一个加油站，你是说那个旧军事基地下方那间加油站吗？等一下走到北部之后，好了，这样讲，那边有间服饰店，我这样讲服饰店应该知道吧？懂，到服饰店那边等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刚才清点人吗？清点人应该就是少一位战地医生被带走。好，那我先跟你们现在说一下任务哈。其一是救那个战地医生啊，其二还要救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。谁？谁啊？